螳螂是黎明使者跟刺客。黎明使者能干嘛呢？没写呀。酒桶是斗士，冰心咱就不要了。小恶魔重骑兵，把这个先卖了，先升个级。这黎明使者也没写啥玩意儿了呢。丧尸征服者这也没写呀，都没写呀。给了个奶妈，巨魔凯南，啤酒人拿一走。玩小恶魔加丧尸无敌是吧？小恶魔加丧尸，最后一个是什么玩意儿？哎，那丧尸最后一个试费卡是什么东西？我看看这黎明使者什么玩意儿了啊？黎明使者，黎明使者没明白啥意思啊？哎呦我，可以让我选农业，我选个啥呢？我选个全套的。哎呦我，点击右键来获取合成提示信息。我明白了，我要个全套。嘿呦天哪，先来个啤酒人，卡子克，我得升个级了。啤酒人是斗士，有斗士没？现在我得升个级了，前排放个猪。我直接上来给螳螂先来个小偷。哎呦我操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螳螂怎么回事？螳螂我靠，母费盖伦，咱来个七黎明使者吧，怎么样？咱也不知道啥玩意儿了，可以来一下先。小恶魔你不要，小恶魔，小恶魔，卡子克，丧尸征服者，我不要了。爆炸第一，疑问第二。准备好了吗？哎呦我这起飞了，老母猪撇了吧。正义闪耀。丧尸，这哥们儿有点狠呐。我操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缝合巨怪，哦，丧尸里边能冲出来个东西，出来一个僵尸。
来个蓝 buff 吧，先要我说。来把大剑，实在啥也没有，咱就来把大剑。小恶魔，重骑兵克烈，小恶魔，六个小恶魔，加四个丧尸，当然肯定也不用六个，也是可以的。圣光卫士，我先升一手。我感觉我经济要炸了，你们觉得呢？哎，不是，这偷东西就这小恶魔啥意思啊？什么玩意儿出来了？出来个克烈。凯南是什么玩意儿呢？凯南往前站点吧。我决定不玩黎明使者了，我觉得黎明使者有点弟弟。行，俺们来个小恶魔加丧尸，谁当主 C 呢？哎，这最后一个英雄是啥呀？是赛恩吗？瑞兹啊，瑞兹，爆炸第一，疑问第二。第一名的名字有问题，第一名咋的了？我先带个来卡特琳娜，文杰的千平，啥意思啊？丧尸征服者来了两个艾希龙族，龙族是干什么的？我看看。哦，可以孵龙蛋。把这俩先撇了，等一会儿啊。行吧，你们说有问题，那我就给他遮了呗。咱文化不行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啥意思。维鲁斯，圣光卫士，给我锤他！这东西挺地的呀，这玩意儿，这打人也不掉血呀。哎我选一个东西啊，我看看。大棒和钢铁烈阳之匣。魔抗大棒，要大棒吧，大棒可以来个科技枪，滑板还升级吧，这路了不会就一个吧，
小恶魔才两个，我们现在，那我也来个克烈。我其实缺个丧尸，缺个弩弩，现在直接上三恶魔吧。三恶魔呀，我看看这克烈是怎么回事。啊，丧尸越多，不是丧尸越多，小恶不是小恶吗，死的越多，我的这个大怪越狠，是不是？我明白了。小恶魔、啤酒人，还有双法师，我操，无敌了！啊，这不无敌了吗？给啤酒人上一手，好晕。还有我，你也丧尸啊，你这玩意儿不好使。什么加什么能变成丧尸？我这来个啥呢？我这来个全套的吧。我这睿智法爆无尽，加个蓝 buff 等于无敌。快点给我来个睿智，这装备没人给呀。哎，这咋没有天选呢？没天选了，天哪！我应该能打过他吧？我感觉我打个他应该没啥太大问题吧？我靠，这卡特琳娜顺步。小菊没用，我有丧尸，你有吗？我有丧尸，看我的丧尸。法师没了。这露露就这一只了，不会吧？我们是不是有点无敌了？我发现，反正法爆先来一个。哎呀，这个感觉打不过呀，他有点狠呢，这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无敌儿。哎呦我这凯南，哎呦无限复活可以啊，就小恶魔上去全送去呗，就是小恶魔上去送，然后最后让丧尸起飞，明白了明白了，把小恶魔全给他撇上去。下边升级，
给丧尸装备啊，就跟那个合体似的呗。哎呦我这个行啊，哎呦这个行，小恶魔上去送，你的凯南撇了，丧尸装备，我想给努努装备咋整啊？啊，我想给努努装备啊。没事，我们应该是无敌，我们应该是不可能输。丧尸有转吗？肯定有转呢，那丧尸没转的话怎么弄五个丧尸啊？你说是不是？你们说我弄七个小恶魔还是弄五个丧尸？丧尸怎么转？我是不是有铲子？我有铲子，铲子加什么能转？付出者文章是不是？不对，不是付出者。法师文章、黎明使者、铁甲卫士。大棒全套，加全套，暗影全套。可是没有暗影拳套啊，危险要来了。可是没有暗影拳套啊，要用绿色的手套。我用掉了。咱先升级啊！我靠，要用绿色的拳套啊！这现在还分色儿，我的妈呀！啤酒饮撇了，我给滑板鞋上一个吧。哎呦我的滑板鞋，哎呦我无限从里边蹦啊，我那啥呢，我赛恩呢，哎，这积木行啊，我拿个积木吧。完了，积木让人拿了。我拿个这绿色的大剑，这个绿色的是啥意思？哎呀，挺难搞啊。绿色的装备给丧尸，
给个猫子。目前这是没努努啊，整出来个鬼叔，我操！灭世者腐蚀死亡之貌。我现在得要个努努了。准备好了吗，锤子？危险要来了！啥呀？这是小菊。我的瑞兹也没有啊！现在努努跟瑞兹都没有啊！操，没有那瑞兹，没有努努。哎呦我操，真猛啊。呀，努努有了 Baby Bubble。盖伦召唤一把圣剑来对他周围一个大型范围进行打击，对每个目标造成20%最大生命值魔法伤害，并使他们魔法抗性降低70%。我操，我来一个。不是，我想问个事儿啊，我怎么样才可以弄成5个丧尸啊？转职，我知道转职。啊，绿色的铲子，好吧，那我现在就转不了呗。我的大地手吧。那我们现在这个铲子，啊，刚才没给我爆铲子。露露没有，露露有可以撇一手。再给丧尸上件装备吧，能赢不能赢？我把这个卖了，这他妈是个啥呀？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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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怎么还多给钱了呢？我给努努来点装备，我先给他整个小反甲。不行，俺们拉九也行，你们觉得呢？先小提升一手质量啊，然后俺们拉个九。那小恶魔怎么变啊？直接狗五至尊吧，猴哥，那也行。我得给装备了，我再不给装备不行了。我就想递一个努努，这么费劲吗？
小恶魔铲子加攻速，早不放屁，我都整完了，你跟我说铲子加攻速，不对呀、啊，铲子加攻速不变成征服者吗？我操，这么猛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狗五至尊吗？佛爷哥，佛爷哥，大天使，要个绿色的装备，要个科技枪，再输一轮直接上狗五得了。巨人杀手，努努给我上一走吧，努努，来吧，你这样玩光头没装备了，光头是主 C， 我都没见着光头，你跟我说光头是主 C，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光头光头主 C 跟我没有光头有什么关系？哎呦，哇，这赛恩，哎呦我这赛恩，我没有光头，他跟我说光头是主 C， 我说你在开玩笑，我直接上 G 轮啊，神王，每个战斗环节中复生亡魂会在初次阵亡后复活，一旦复活他们受到的造成伤害就会提升 30%。 给我砍赛恩，打那德莱文咋不掉血呢？不是德莱文啊，维鲁斯，他这是啥呀？哎呦啊，大光头，终于来大光头了啊，不容易啊，大光头。应该给光头装备哈。把这俩撇了，不要。没事，不行，俺们递个，哎呀，刚才那火蓝不撇好了。把那火蓝给撇了，该出击了，把他们也算上。天空指引着我，符文决定了我的路。哎，敬酒不食，吃罚酒。我好像无敌了，兄弟们。契约已签订。正义必胜。哇！小恶魔，给我蹦！我这一个赛恩不打你们五六个呀，给我锤，哎呦我大魔王，什么意思？大魔王
大魔王掉血了，这玩意儿是吸血的呀啊！这玩意儿是他妈吸血的呀，吸血鬼！把那炸弹人撇了吧，真的我就把炸弹人撇了吧。一只积木六滴血，那我也不够买的了，我买不了了这积木啊。哎呀，我为什么把克烈撇了呢？挺难受啊。大地吧，爆炸第一，疑问第二。干巴巴的傻笑，恶作剧就生效。我想把这撇了给瑞兹。这好像打不过呀。哎，我发现他好像挺克我呀，他挺狠呢、啊，他这，他是九圣光卫士。哎，漂亮啊，漂亮！我明白了，兄弟啊，你这个九圣光卫士是挺狠的。那圣光卫士怎么能变呢？圣光卫士魔抗，他的圣光卫士挺狠啊。那圣光卫士比我们这个感觉比我们这个狠一点，稍微。就剩你了，小子，我先拿个积木。哎呦哇，二星积木了，掉血了，没关系。符文决定了我的路。咱先把这些送死的都撇前面，斜着整一点。瑞兹放在这里。大魔王，看看大魔王什么技能。完了，积木让人干了，积木。哎呦我积木这雷漂亮，积木。哎呦我积木，这积木。这积木还是挺狠的啊！哎呦我这积木，这好像不太对劲，能打过不？真弟弟，这也不行啊！这我还以为挺厉害呢，这也不行。谢谢凌晨开始站岗的飞机，谢谢波纳头的飞机。哎，我。